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树音乐。这期呢，我们教大家一首连诗雅的《到此为止》。那这首歌的原版是连诗雅唱的，翻唱是周柏豪。那我们这期教的是周柏豪版本的一个扫弦版本啊。那我们谱子上的选调是 G 调，男生呢可以用变调夹夹在吉他的三品，变为周柏豪的原版这个调来弹唱，是升 A 调啊。女生呢可以用变调夹夹在吉他的一品，变为原版的升 G 调来弹唱。曲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"大树音乐屋"搜索得到。那我在吉他演示里面呢，我是用变调夹夹在吉他的三品来弹唱的。这期我们的是拿火吉他系列里面的拉发咪第二代，黑色款的电箱吉他。那电箱款这里有一个圆形的旋钮，对，它是用来调节我们的音量使用的，那方便我们演出或者接音箱练习。这样，这一款34寸的旅行吉他非常方便我们出门携带。有兴趣的同学呢，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淘宝店"大树音乐屋"，我们淘宝店是1944232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歌的一些和弦吧。第一个 G 和弦，无名指按在我们的6弦3品中指。5弦2品，然后小尾指1弦的3品，好，G 和弦的根音在6弦。那我们一定要记住每一和弦不同的根音要背下来。我们在等一下扫弦练习的时候呢，会按照每一个不同的和弦的根音来完成的。那比如说我们在扫弦的时候，G 和弦的根音在6弦，我们扫弦的时候可以全部弦扫完。啊，那如果根音不在6弦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和弦扫弦的时候就要注意了，大拇指需要去制住我们的6弦，不让6弦发生，要再把全部弦扫完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二个 E M 和弦，我们的中指按在5弦2品，无名指4弦的2品，根音在6弦。G 七和弦跟我们 G 和弦很相似啊，G 和弦先按好，然后呢松开我们的小尾指，食指按下来1弦1品。根音也是6弦。好，B 七和弦，那这里的 B 七和弦呢，我用一个开放式的 B 七和弦啊，不需要用到我们的大方案的 B 七和弦了。那开放式的 B 七和弦，看一下，中指按在我们的5弦2品，然后食指按在4弦的1品，无名指呢按在我们的3弦2品，小尾指按在1弦的2品，根音在5弦。好 ，AM 七和弦，食指按在2弦1品，中指4弦2品就可以了，根音也是5弦。D 和弦，食指按在我们的3弦2品，中指1弦2品，无名指2弦的3品，根音在4弦。好 ，C 和弦，食指按在我们的2弦1品，中指4弦2品，无名指5弦的3品，根音在5弦。BM 七和弦，一个大横按和弦。如果对大横按比较难练的会的话呢，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"大树音乐屋"回复"横按"两个字，就会有一个横按的教学了。好，我们的食指横跨过来吉他的2品，一个大横按，然后我们的中指呢按在2弦3品，无名指4弦的4品就 OK， 根音在5弦。好 ，CM 七和弦呢，我们保持这个 BM 七和弦不要动，然后整体往下挪一格，是整体往下挪一格啊，保持手心不要动，这就是 CM 七和弦了。对，从我们3品开始按起来，那根音也是5弦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节奏型，整首歌曲呢，我们只用到一个节奏型啊，我们用一个 G 和弦来演示一下。第一拍一个下，好，第二拍一个下上，这样。那第二拍两个音之间呢，有一个浮点，浮点加了浮点以后啊，我们第二拍的前半拍这个音会拉长一点点，就是这个下会拉长一点，然后后半拍这个上呢，这个音就会缩短一点，这样啊。那但是它的节奏是不变的，下上，这样啊，再来一遍，下上。下上，这样，如果我们不加浮点的话呢，它第二拍正常的弹法应该是下上。啊，加了浮点以后，前半拍就是音会拉长，后半拍音缩短。啊，
就这样子了，下上。好，再来看一下加了浮点和不加浮点的区别。不加浮点的时候，第二拍的弹法是下上；加了浮点以后，第二拍的弹法下上。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把一二拍连贯起来看一下：下下上，下下上。而第三拍是一个前十六后八的一个节奏啊。那前半拍是下上，下上。后半拍一个下，把这两个半拍加起来就是第三拍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下上下，对，再来一遍下上下。好，一二三拍，我们来慢速度的连贯一下，下下上下上下，对，再来慢速度，下下上下上下，对，这样子。我们第二拍的后半拍上来以后呢，马上是接到我们第三拍啊，上下上下这样。对，第二拍的后半拍开始上下上下，对，这样子的。那第四拍是一个前八后十六的一个节奏，跟我们第三拍相反了。那前半拍是下，后半拍下上，加起来就是第四拍了，下下上，大大大。再来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把一二三四拍全部连贯起来。再来一遍，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。好，那反而来看一下呢，我们第二拍的后半拍跟第三拍的第一拍呢，有一个曲线的符号，这个曲线符号我们叫做延音，所以第二拍的后半拍。这个音会延到第三拍的第一个音，那么也就是第三拍的第一个音呢，我们是不用弹出声音的，只要往下扫一个空弦就可以了。下，对，相当于做一个假动作，下，但是不扫弦，下，往下做一个向下扫的动作。好，我们把再，现在我们整体再把这个节奏型连贯一遍。再来，下下上空上下，这样我们再来一遍，下下上空上下下下上，就 OK 了。再来，下下上空上下下下上。好，练熟练以后呢，可以稍微把速度加快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把这节奏型呢带进去我们前奏来演示一下。那前奏里面呢有下滑线的一个和弦呢，比如说前面的 G 和弦还有 CM7 和弦会有一条单的单线啊，单线在这里，单的下滑线。那下滑线部分和弦呢，我们应该怎么去扫弦呢？一般啊，我们带有下滑线部分和弦，一个和弦是两拍的，所以我们反而看一下这个节奏型啊，有一个虚线，这个虚线我们现在就要看到了。虚线前面的两拍我们弹 G 和弦，虚线后面的两拍我们弹 CM7 和弦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来演示一下。对，就这样，再来一遍，下下上上下下下上。再来慢速度连贯一遍，啊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第三拍的第一个音呢是空调不扫的，往下扫一个向下扫的动作就可以了。对，第三拍的第一个音啊。那么有下滑线部分的和弦呢，就整个节奏型一的四拍啊全部弹完。接下来把节奏型带进去前奏，我们来演示一下。前奏呢，我们是弹两遍啊，弹两遍，就重复我们四个和弦弹两遍就可以了。好，接下来把节奏型带进去 A 段来演示一下。
再没任何权利再抱怨一句，我再没用。好，到了 B 段了，接下来把调性带进去 B 段来弹唱演示一下。我再没勇气与你讲旧事，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，为你将睡眠忘记，通宵倾谈，但已经顿成往事，还是记起无到你的对马是年纪小的不知，今天你能忘记，只得我怀念，多么讽刺。那 B 段弹完直接接我们的一个间奏就可以了。 B 段最后一个 G 和弦呢有一个括号，说明我们这个 G 和弦是直接接到我们的间奏，对，直接弹间奏就可以了。那 B 段带括号 G 和弦呢，我们就不用扫弦了，直接是接到看到我们的间奏部分来扫弦就 OK。 那间奏弹完呢，我们是接第二个 A 段的，那我就不演示了，把调性带进去 A 段还有 B 段，第二个 A 段和 B 段来弹唱扫弦就可以了。那弹完以后再接一个间奏啊，那间奏弹完呢，我们是接到 C 段。那 C 段呢，我们来演示一下。如何逃避这恋爱故事，仍然说得多细致，重复的震撼如阵未定止。对，我们 C 段最后第二弦来一个爬音，然后停三拍，然后接 B 段就可以了。我再没勇气与你讲旧事，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，为你将睡眠忘记，通宵倾谈，但已经顿成往事。啊，就这样子。那 B 段呢？第一段歌词都有一个，前面六个和弦都有一个爬音在这里啊，爬音的符号，一个向上箭头，一个波浪线，这、就是一个爬音的符号。爬音怎么来爬呢？把全部弦慢慢的扫下来就可以了，用食指扫或者用大拇指来扫就 OK 了。我再没勇气与你讲旧事，没有勇气相爱另一次，就这样子啊。好，那后面部分呢，我们就用回我们的节奏型来扫弦就可以了。那剩下部分就交给大家自行完成咯。整首歌曲的话呢，也不会说太难，我们注意整个节奏型是怎么去扫弦，还有我们一些大横按的和弦就可以了。那这期的内容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，曲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叔音乐屋搜索得到。如果购买配件或吉他需要的话呢，也可以搜索一下我们淘宝店大叔音乐屋，我们淘宝店是1944232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。